时期的台北城内，像现在看到的是北门。那依序我们往东可以看到，这是东门、小南门、大南门跟西门。这是一个720度的环境。是台国南门工厂。看一下他们在工作的样子。好，那你不要动，看他们工作。慢慢的往上。右边有大船入港，哇，炸弹飞过来了。这边看到一个阿兵哥被炸到，还好没事。哇。可以，你看一下下面或上面，下面竟然有羊。转到后面，欸，你可以转动。从这边可以绕一圈，看到地上，左边还有那些军用的吉普车射过去，然后这边是我方射的多样的，很多的飞弹的。这是一个720度的虚拟实境。那我现在正站在胜利堡的2楼外面，那我们可以看到，透过这虚拟实境呢，我可以转一圈看到整一个胜利堡的情况，包含了视觉的下面，这边有堆叠沙包，然后抬头看到上面还有天空。那这是一个胜利堡，它的这边应该讲整个马祖南竿的那个岛屿防御系统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播放这个虚拟实境的影片。来看看南竿是如何防御的，请播放影片。现在看到敌方的战舰来了，它射出了炮弹，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方有非常多的炮弹从岛的各个方向射过来，然后把这个敌方的战舰给击沉。可以看到火网交织，非常的茂密，我方获得了全面的胜利。在这个播放的过程当中呢，这个影像播放过程当中呢，它是一样是一个720度的情境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左方还有这一些，这些吉普车开过来，然后下方还有羊。可以低头。然后我现在就站在这个胜利堡的防御的沙包上面，沙包堆上面。你好，我是南门工厂里的运输工人，现在我就要把你拉回1938年最风光的南门工厂。现在请你站在感应区上，让我们来一场南门工厂的历史之旅吧。解决了后十年，也就是现今台北市的交通问题。老人家回溯历史记忆，年快
赶快把货运到轨道的台车上，被运到工厂的第一站樟脑原料仓库。